吉隆坡甲洞大幼儿园孩子穿上民族服装欢庆马来西亚国庆日。国庆节目有孩子一手包办，呈现的是多元与各族的包容性。想要他们认识三大种族，就是马来西亚会有三大种族，透过戏剧也可以让他们只了解一下，哎，华人有的东西，比如说武术，它是属于华人的。那公棒，因为他们平时也没有接触到公棒，哦，原来这个公棒乐器呢是属于马来人的。那还有是那个印度舞，那印度舞呢，因为它歌曲是咖喱舞，舞蹈中也可以让小朋友知道，哎，印度人，哎，他们的食物是哎有咖喱的这样子。我们是马来西亚人、马来人、华人还有印度人都是一家人。小朋友，你们在做什么？学习感恩、尊重与包容，小娃大声唱出对国家的祝福。谢谢你，马来西亚。带新闻林静兰、罗国聪，马来西亚报道。